《还珠格格》这部剧当年大红，并且还火了很多年。三位女主角赵薇、林心如、范冰冰走红，开启人生新篇章。而当年挑选女主角也是一波三折，林心如原定扮演三雅公主，赵薇演紫薇，并且试镜了紫薇的角色。其中陈德容凭借《梅花三弄》大火，陈德容演来时装小燕子。陈德容小燕子定妆照的确挺惊艳的，大大的眼睛，小小的嘴巴，充满灵气。但后来陈德容以档期为由推掉，最后由赵薇饰演了小燕子，紫薇的角色给了林心如。陈德容虽美，但她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忧郁美，赵薇性格活泼开朗，很符合古灵精怪小燕子形象。小燕子搞怪天真又直率的性格让观众很喜爱，赵薇凭借一炮而红，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这部戏，陈德容估计是最后悔的，如果她当时演小燕子的话，会给她带来更广的戏路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